原住民歌舞音乐剧又来了，以阿美部落命名制度为故事起点，一个失忆舞者，一群部落的年轻人和一个致力发扬传统舞蹈的老师，融合阿美族传统乐舞、现代舞和街舞，加上电影、音乐和戏剧，展现原住民的热情和完成梦想的过程。公视频道3月2号周六晚间11点，公视表演厅拉麦克。